三国乱世，群雄并起，曹魏、蜀汉、东吴三个政权相继建立。那为何曹魏最终能成就大业？这可以从风格不一的三位创立者说起。一、曹魏创立者曹操，文武全才，一世之雄。曹操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，从小就展现出非同一般的兵法天赋。长大后，曹操征战四方，平定了南匈奴、乌桓、鲜卑等地，手下有着荀彧、贾诩、张合、许褚等著名谋臣将领的助力。李世民也曾赞许曹操匡正之功，一呼往待的能力。二、蜀汉创立者刘备，慷慨人心，待人真诚。其用人的策略是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于是便收获了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诸葛亮、庞统等著名谋臣将领。虽然刘备的聪明才智不及曹操，但他的宽宏大量、知人善任，最终造就了他的辉煌。三、东吴创立者孙权，唯才是举，胆略超群，是东吴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。孙权通过大规模屯田，大力发展农业经济，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大粮仓，现在江南地区的繁华也离不开他。在乱世中，孙权审时度势，任人唯贤，这也成就了甘宁、周瑜、鲁肃、吕蒙等一直跟随他的结果。如果生在三国，你会想辅助谁？又会想与哪些谋臣将领做同事？欢迎留言